王岳文，当代作家，198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有长篇小说《朝夕之间》《仓皇》《大清相国》《爱历元年》等多部，中篇小说《漫水》获第6届鲁迅文学奖。他的最新长篇《家山》讲述了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建立20余年波澜起伏的一部地方史志，抽壮丁、大洪水、征赋纳税、勒书抗捐、生老病死，桩桩件件演绎一方乡土的民风、民情、民心。今天读书让我们一起走进李潘会客厅之王岳文与家山。各位好，欢迎来到李潘会客厅。今天来做客的是知名作家王岳文，一起来分享啊他的最新的长篇小说《家山》。王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岳文。提到王岳文这个名字啊，可能大家首先会想到国画，当时出版了之后非常火爆，后来呢您的《大清相国》也特别热销，写的是历史题材的，对，再到现在的家山，对，我们发现这个题材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为什么就是在最近这个阶段如此的关注乡村？一个作家他在不同的时候因各种机缘或者因为对人生的思考，或者因为一个某一个特殊的那个灵感的爆发，或者因为对于某一件世界的关注等等吧，各种原因会影响你对创作题材的选择。我从小生活在农村里面，我从20几岁开始写小说但一直写的是跟我乡村的关系不大的小说，那么到了40岁以后才开始关注乡村题材的小说的创作的，也许跟我的人生阅历有关。因为慢慢的自己越往岁月的深处走，所以对故乡那种情感可能越来越深，我就写了一批反映乡土的中短篇小说。其实您看您写这个乡村的两部比较重要的作品，一部《漫水》是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对，然后就是这部54万字的《家山》，其实写的都是您的故乡。对，所以您怎么看这个故乡，为什么就是反复的围绕着故乡来进行叙事？应该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文学故乡，不管是他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一个人的童年生活他的过去的生活记忆对自己的创作会产生非常久远的影响。很多成功的文学写作都是跟故乡有关，跟自己的成长有关。比方说怀念故土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就讲到过，我一直想为自己的童年记忆找到最好的文学归宿，过去没有找到后来找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然后再创作了百年孤独，就是我的家山，就是我的序谱，生养了很多我所敬重的敬爱的家乡父老的那么远的土地。确实我对那片土地是一往情深，这种情感也是触动我去不断的书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您的小说读了之后就会发现您确实是在那块土地上长起来的，因为充满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的细节的扎实描写。您看写那个桃香，他日常的那个生活状态，比如说正月初六
天上好大的日头。对，桃香把糍粑皮炒米放在几个大簸箕里晒，人坐在地长亭晒着日头纳鞋底儿，手边放着响竹竿赶麻雀。西边的屋角下，一群麻雀叽叽喳喳登在柚子树上，隔会儿就飞到簸箕边跳来跳去。桃香拿响竹竿敲几下，麻雀一哄而飞，又登上柚子树。那就这种细节满满的都在这本书里面。日常细节的这种描写来源于您的生活积累。对，文学创作一定要基于大量的细节，特别是写小说，没有细节你就没法真实的刻画环境，没法真实的刻画人物，也讲不好故事。这是应该是任何小说的创作都是这样啊，细节对于文学来说太重要了。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百年孤独》刚刚开场的时候，就是说当初马孔多只是一个20来户人家的小村子，泥巴和芦苇糊成的房子，沿河排开啊，河水清澈湍急，河里的石头洁白光滑，好比史前巨蛋。就这个描写其实不是描写哪一天，它是描写马孔多建村以后好长一段时间，看上去是一种概括性的大跨度的时空叙事，但是充满了细节。就像我在我的那个小说里面，应该说沙湾的世界是五光十色的，各种颜色都有，是万籁俱响的，各种声音都有。比方说我这个小说里面反反复复的会写到狗叫和鸡叫，这就是乡村日常。你晚上深夜的时候一听到狗叫，一定是有人进村，对不对？所以这些丰富的细节都就是对当时的那个乡村的一种非常真实的描述。您这本书语言也非常有特点，用了大量的你们当地的方言俗语。对，就是有些方言吧就是不太明白，你比如说抬阿娘。对，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妈妈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是娶媳妇儿。对对对对，这两个字这个意思之间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您用的密度还是很大的，就是这种土语方言。所以您难道不担心会影响这个读者他这种阅读感？那个从现在书出来一两个月读者的反应来说，没有丝毫的障碍。方言在文学作品当中的有效处理方法很多，最笨的方法是加注解，最好的方法就像我的小说里面一样，同样的一个方言，通过它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当中重复出现，读者就明白了。其实很多的所谓的方言俚语，就是古语在民间的流传。有叙述人讲，那个老婆妻子叫阿娘，古人不是说娘子吗？对不对？所以就抬阿娘就是抬娘子啊，就是我们把那个娘子跟娘前面加了一个阿而已。其实我也不是为了就是故意的去好像要通过用那个方言啦，让自己的语言啦写得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啊，写得更有特点一点，也不是这样啊，这是为了贴切的表现人物。如果说要我的老家的人去讲您讲的这种普通话啊，我会觉得很别扭，对不对？只有用我家乡老百姓自己的话讲出来才贴切。我就说对那个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化处理，是对现代汉语的丰富是有积极作用的。